过儿，你扶我起来。怎么？我们到祖师婆婆房里，打开她那孔旧箱子，好不好？32岁的陈妍希与小她4岁的内地演员陈晓，因为合作电视剧《神雕侠侣》擦出爱火，两人仅交往7个多月就定下终身。上个月底，陈晓在法国巴黎塞纳河畔向陈妍希献上2克拉钻戒，求婚成功。不过有周刊却接获读者爆料，指出本月7号目睹陈晓现身北京机场，竟酒醉爆哭，还哭得稀里哗啦，2次安检都没通过，直到隔天上午才双眼红肿赶到山东工作。不过早前沉浸在爱河中的陈晓究竟为何如此失控，实在令人不解。今年3月，陈晓和陈妍希开始交往，虽然两人工作都非常忙碌，却先后在上海、天津及北京各地约会被目击。陈妍希曾说过陈晓是个暖男，对他百般呵护。据悉陈晓的父母虽然还没见过陈妍希，却也希望两人尽快完婚，生个大胖孙子。也传出陈晓有意办个梦幻的海外婚礼，一圆妍希的公主梦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